黄宗尧唔肯陪女友睇韩剧。黄宗尧日前就带埋女友黎纪君一齐观赏电影《韩流黑金》。黄宗尧透露最近忙于影视展，而女友黎纪君就要翻学，所以二人好耐冇一齐睇戏咯。系啦，宗尧，今日同场有咁多型男，你担唔担心女友俾型男过到电先？哦，有哇！佢每日都遇到好多型男噶啦，其实，因为你谂下佢哋，唔系啊，你谂下佢哋公司啊，佢哋公司有柏豪啦，咁就好多其他男 model 啦，咁我觉得我女朋友本身佢自己都定力都好够嘅。此外，黎纪君表示自己好中意睇韩剧，咁中意你又会唔会陪女友睇先？有尝试过，佢唔肯陪我睇啊。点解你惊嗰啲型男型得滞？唔系，我成日我中意睇美剧多啲嘅，咁就相对嚟讲，我觉得韩剧系比少女嘅群众睇多啲嘅。咁我啱女朋友睇系啦，咁我又惊太过沉迷，我又变咗一个韩国嘅嗰啲做法，我就唔系好好，即系唔好啱我自己咯。